五床还多嘞，少了，好二三十个都没有啊。你三姑哪能啊？你打过来？啥的？你三姑给我跟个勇气呢，你打过给我跟个。这只有你知道，我会知道。你为啥不说俺二姑的事儿？我他不是理解吗？理解都不说人家啊。嗯。你老大孩子给你哥哥用心，知道不知道？你们也用心，可别说啥说说来话。你说啥？人家成天在忙事，哪有时间操你心？人家说忙哎，不想不想哎，小脑人家，挣点钱，你嘴软了，人家给你弄出来，都弄都出不来。那他家那钱挣啥？这回我从你找来了。你三姑跟你大姑，那他俩都拿了几百，拿三百，三千，三百。他俩总共拿三千嘛？他说是你大姑跟你二姑、三姑说，他跟那凑。他多拿点，他俩没在那能找钱。他给人家，他给人家，住人家。现在多少？这是没少嘞，这是俺媳妇。你这月月真好媳妇，你说你有闺女又好，你又还不愁，人家来愁。你这月月那好媳妇，人家知道你有闺女啊？嘛都是自个儿那说起来了嘛。说起来闺女是想不想二位？怎么说也是没来一个。这叫你老不满意是啥？我不满意。你一会儿闺女是想面个我没来一句。你谁该哪个？我想着俺哪准是一样的，闺女是想面个我，我说，闺女倒是想面个我。闺女可能是，这亲像该说洋洋啊多，那得劲儿吧？你走往哪去？走，很走，很走，很走。那玩意儿，哪一回？到过这说话不过不人，嘟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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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跟那医院，他嘟囔不响不响，这人拿了不是，这人咋这种点的？你还吓唬他了？这个一万块钱，这人咋这种点？这么你尿嘞？花你了，花了你了，刷哇！你都能能成啥？
英文上读呢你？英文上读呢？他说这不挣钱了，这挣钱了，这都叫别人给他弄了，说一下嘛。谁不挣钱叫别人给他弄？我吗？我会挣钱的，我拿钱了，偷的，拿钱偷的不愿意。你不是有钱吗？你为啥不拿个人的钱？不拿。为啥不拿？偷偷的搁那偷。搁那弄啥？叫老鼠啃呢？管他偷啥！你给了他真给那偷的，哪一个人去给他取啊？是多的，啥月中头都回来呀，出来，给了给，真给了，真给了。狗就是叫你干罗钱，你还真去干罗钱去。